时尚舞王吴建豪日前出席电动牙刷的活动，分享正确的清洁口腔步骤，而好友黑人丹麦终于做人成功，结婚也有一阵子的吴建豪做人计划又进行到哪了呢？我们每天都在讨论，就是时间上对的时候，那当然我希望不是年纪太大，因为要不然接下来跟小朋友玩的时候会太累。对，那顺其自然，不过还是有这个计划，就可以生多一点嘛。房东吸毒事件持续延烧，更波及到老婆的弟弟 Elroy， 与房东两人交情好的小舅子传出疑似也参与一起吸大麻。Elroy 他又被卷入说跟那个房主有去钓沙场，好像有疑似吸大麻这样的事情，是要帮他澄清一下。他没有。阿东也明天要回来了，帮我们讲一下，就是身为他们的朋友，有没有什么话要跟他们说？I love you guys. I'm praying for you guys. And no matter what, I'm always here for you guys. God bless you. Thank you. 谢谢大家。吴建豪虽然翻脸快闪，不过他也大方给好友祝福，希望事情赶快落幕，让所有人都能尽快回归平静的生活啦。完全了，这么报道。